你好，我是商务印章社的威敏。咁就公司原因咧比较普及啲，亦都比较多客喜欢用嘅。咁例如中英文名嘅内容啦，净系英文嘅内容啦，或者净系中文嘅内容吓。咁就使用方面嚟讲咧，就新嘅印章通常嚟讲咧，攞起上嚟咧就咁样一吸一放，一吸一放就得噶啦，就唔需要话大陆扼落张纸嗰度吓。咁就咁一般嚟講咧，就係嗰個我哋嗰個顏色方面有紫藍色啦、紅色啦或者黑色選擇。起貨時間就一個工作日。多謝曬你。